我们的那个酱是台南口味，咸咸甜甜。对对对，你在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很难吃得到的味道。你知道就是台南他们有特别喜欢就是沾一个甜甜咸咸的酱。哦呀，我讲太快你听不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听不懂是不是？你来自哪里？你的中文不好，我的英文也很不好。我来假装。你还是讲英文好了。Where are you from? California. OK, 你可以试试。OK。但这个酱很特别哦，先 you can try。这个多少？十块。哦，好听啊。我们的番茄没有加农药，农药的英文 understand 农药 understand 农药。对 ，yes， 没有农药 ，no 农药。You like it? This sauce, junk, ginger.